老爸，那你整天了啊，宝贝儿。生活自己别呗，我生活的每天在有过花的环境，出来都比回家住。那时候就觉得人生天天过来都是重复，就在想要不结束，要不就必须得改变自己的生活。皇上认识他有责任心，就是很认真。这个是往前往左往右来，你先是不好撒鞋套在那儿，不中了，他都。哎。五。哪个？还干啥？干啥？非常感谢这个一零零大明星能关注到我，像做梦一样。谢谢你看我以前嘛，我都是两个手搬到地走路，因为我小孩要让我抱着他走，我没法抱。我现在腾出了一个手，我可以在前头玩那种非常高，非常感谢你，很感谢你。这边走，你给这边走，这边走。我站上去。